放点盐、料酒、胡椒粉、姜葱、生抽、腐乳汁，摆个肉腌肉丸，用我们自制的炸锅要蒸，放点南瓜一起蒸，开始蒸。蒸了三个小时，快起锅。
我喜欢啊。嗯，好。嗯，味道蛮好。我们一个人可以吃两碗，吃完的话还啥子吃？嗯。想起肉肉从边上拿去。嗯。那不能浪费。过去，看看这蠢呐、啊！还占那么多，我帮你加油，快！来这，行，走开。那个肉蛮熟。嗯。难拿，又怕。嗯。下去玩去了。三万？还没有？有，怎么这么来？今天要是真真怕了。嗯。老娘，就是些老婆婆在那熬的东西。我都蒸了三个小时。嗯。买三个小时的话，怎么怕？嗯，那个炸的真的好吃的，嗯，还带点花生味，那成的炸黄牛了，嗯，还吃一碗，剩下的放冰箱里，下次再吃。起来，看完不要走，视频每天都有。记住吧，嗯，二路。哎呀。